家好，我是黑哥，现在我在马路边，前面你看到没有，好多阿姨在卖西瓜，噔噔噔，今天黑哥拿这个新版的人民币，看一下能不能买到西瓜哦。这个新版的人民币好漂亮哦，现在已经发行了一个礼拜，那我猜一下能不能买到这个西瓜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这西瓜好漂亮哦，这西瓜好漂亮，你晓得个好漂亮，这些跟那个南瓜一个卖了一个多钱呢，做个瓜很呀，这个西瓜15斤啊，刚好15块钱，很好看啊，这是新制品，你好啊，阿姨儿子啊，可以叫阿姨哦，阿婆婆。哦，快，今天给他出个新支票，呀，系啊，系意思呀。阿婆婆。我都唔打俾，唔使俾。哦，你家嘅人家新支票都已经嘅，意思即讲给他出新支票，唔知靓到。哈哈哈，做贵嘅系啊，系咧，他们要一百块钱一个。这个婆婆以前应该有收过这新钱啊，没收过。行，西瓜给个钱，这。卖假的啊，不是假的，真的，新买的。给你几把，大家猜猜是比谁生？你怀疑这个呀？哎，因为婆婆，因为我们都是姓陈的嘛，都认识，就是本家人，他相信我，这钱就收下来了。15块钱买了个大西瓜，把这钱花出去了。那你就赶紧得有事。